这是 whisky， 对。但当然呢，不会那么简单的，这只是空盒子，里面是一只限量版的手表。哦 ，OK 啊、哦，对对对对对。但我是很厉害的牌子吗？还 OK 啦。多少钱 ？Omega。Omega。对，多少钱？你讲多少钱呢、啊？到时候那个他就不要讲了。对，多少钱？反正大概数十万左右。对对对 ，OK。先吓吓他，因为他看到酒他会吓坏。对。那我要送他。人生鼓励啊！我想一下，不要太固执。哦、oh, ，对。但这个是为了媒体朋友讲，因为我知道他盯稿盯得很凶。但那个也是为了我们好，所以他还是很伟大的。对，他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。对，但是就希望说呢，他每次跟我讲说他要为了自己身体健康，他办了一个什么健身房的卡。然后呢，他跟我讲说，哎，他有去。然后我问他去了多久，他说半个小时。好，那你做了什么？他说没有，我去洗了澡。知道你身上有很多很重的包袱，所以我给了你一个礼物，是可以让你容纳这些包包这些东西的一个小礼物。另外呢，因为要应景你的身体，像你这样空中飞人或者是忙他们艺人的这个娱乐版图事业这么大，所以我们送了你蜂王乳之类的东西，让你好好顾身体。然后我在这里要祝福你，就是除了生日快乐之外，身体是最重要的，一定要好好的。向苹果爆料最有力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奖金送给你，我再捐款。每周点阅数最高前3名就送你 iPhone 6手机。人人都是记者，爆料一举数得。爆料请打电话或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